就因为我不小心捡到一个瓶子，可能因为是捡的，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很认真，洗了一下瓶子就直接动手了。一点白砂糖，一点夜光涂料，搅拌均匀，倒进瓶子里，使劲摇，像摇奶茶那样摇，砂糖就会粘在瓶子上。但发现这瓶子毫无美感可言的我，还是倔强的不肯放弃。我想那就将就的康一下吧。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康吧？